可能或许这个心里面有一点急啊，竟然会用跳的。我们这个礼拜呢，用从头开始，哦，那个心性不生呢，佛何须啊知见？这个哈，哦，各位前写啊，法隆禅师呢，已经把我们的那个程度啊，哦，调得很高，已经到达哦那个佛菩萨的程度。所以只要我们这个心哦不起心动念，然后性哦也在正位，就是没有落入哦哎凡尘，没有落入哦这个现象，所以呢哦心性啊不生。所以这四个字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讲到我们的哦根源，讲到我们呢不生不灭呢佛性本体哦，已经呢是最高的哦一个程度。哦，只要呢，我们呢，啊，不起心动念，哦，第一个心，哦，第二个性啊，虽然我们现在落入凡尘有身体，可是我们的性呢，哦，它并没有生，哦，我们身体不见了，性也没有灭，哦，所以啊，性没有生灭，这样了解意思吗？好，哦，所以心性不生呢，哦，何须呀，知见？我们假如说呢，哦，不起心动念。那都回啊，已经回归呢到我们那个佛性的根源，哦，所以这个时候啊，全部啊都是正位，都是佛菩萨，哦，所以这个时候啊，不需要呢知见，这样懂意思吗？哦，所以已经呢很高的程度了，哦，所以知见呢啊都没有，哦，没有知见，那没有知见呢，啊，就是正知正见。所以我们只要说哦，起心动念啊，那个都叫妄见，已经呢不正确了。那只要说我们呢都把万念放下，哦，一念不生呢，那个叫正念，就是我们呢佛性的本体。各位有没有做这个功夫啊？哎，假如说哦，这个晚上的哦那个睡眠品质不好啊，哎就可以用，哎一躺到这个床上以后啊。开始就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就睡着了啦。有没有做啊？很好用的哦，哦，这个翻来覆去呀，啊，哦，睡不着觉，哎，就可以做功夫。哎，那我们只要肯，哦，这个万念都放下了，哦，一念都不生嘞，哦，体会啊，哎，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哦那个状态。好，哦，那个根源，那么本无一法，随任啊哦熏念，哦本来啊都没有一法，所以本来都没有一法的法，就是最高的法，最奥妙的，最殊胜的，哦全部都没有。假如说有法，那我们呢就有法执啊，那有执着哦就不会成就，哎呀，啊，所以本来都没有哦。各位呢，就是要了解到，本来哦啊，全部的法都没有哦，就是最殊胜，已经呢回归到佛性本体哦，所以这个法是最奥妙哦，已经都没有法了。那么谁哦在讨论呢，啊？哦，那个熏念，哎，那个熏念呢，就是哦我们还没有成就哦，熏呢就是熏习哦，念呢就修念。那我们都还没有成就之前呢，啊？哦，各位前贤要不要熏习修炼？哦，就是要。我们只要呢肯熏习这个真理，那对我们来说呢帮助啊会很大。因为哈，哦，只要熏习真理呀，啊，哦，我们的见觉就正确了。那现在哈，哦，因为凡尘哦万教齐心啊，哎都蛮哦这个啊一个很乱的状态之下。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哦对啊真理没有了解。哦啊，不知道的话，很容易呀，啊，哦，被啊诱惑，哦，被这个误导，哦，拉我们走错啊那个道路，哎，所以我们呢，啊，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呐，啊，只要有空的时候啊，哎，我们就可以哦多听呢啊那个CD， 或是呢多看呢哦 DVD， 哎，啊，把那个真理啊很熟悉。就是已经呢都在脑海之中，
那保持啊，哦，我们清醒的头脑，头脑一清醒呢，哦，我们就不会迷惑。那不迷惑哈，哦，哎，我们就呢啊不会遭罪。那不遭罪了哈，哦，哎，没有那个业因呐，啊，我们就不用受苦。哎，所以哈，哦，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凡尘的怎么样生活啊，哎，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哎，我们也要自己呀，啊。哦，来这个策划掌握自己的生活，哦，要熏哦熏起呀，啊，真理，然后呢啊要修炼，把佛性本来没有的贪嗔痴，哦，我们呢啊佛性没有的那一些习惯性，哎，我们都把它去掉，哎，这样叫念哦修炼。那么往凡呢无端，哎，就是，哦，我们呢啊在六道啊哦轮回之中哦。这个王啊就是出生的，凡啊就是又哦死掉了，哦，所以这个往凡啊就出生跟死掉。无端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不是说哦当人啊每一生每一世啊都当人，哦，我们有时候啊哦会到呢啊这个三恶道去，有时候呢会到天道去，哎，所以哦它没有固定的，看我们在凡尘哦怎么作为，哦做得不好呢啊会到三恶道，哎，那对众生有利益啊我们会去天道享福，所以呢往返啊无端，哦追寻啊不倦，哎，我们要追寻我们呢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本体啊，哎，就是哦看不见啊，哦，也看不见呢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哦啊那个本体。那一切啊，哦，莫作，啊，哦，明己啊，自现，就是啊，顺其自然，哎，不落入呢，我们呢这个有心的作为，哎，我们只要呢啊，都啊不落入啊，哦，那个有为的造作，哦，所以呢一切莫作，有为的造作啊，哎，我们都哦不采取不用，那呢明己啊，哦，自现。光明跟呢那个极哦极灭，哎，就是如如不动。我们光明极灭呢，那个佛性本体啊，它自然啊就呈现了，哎，所以只要我们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哦都没有落入啊哦有所作为哦，这样的话呢，那个佛性都会呈现。哦，我们呢尽量不让我们的哦。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哦、意念呢，当家做主。我们请、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啊，哦，这个当家。各位有没有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呀、啊？哎，这个六道轮回久了哈、哦，我们都是啊，我们的这个哦六根呢在当家了，哎，已经呢当家很久，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哦。啊，跟六根呢，这个商量，哦，说啊，你是食鱼，哦，那个听话的部分，哦，是卑女跟奴才，哦，要听主人，哦，佛性本体是主人，要听哦子人的吩咐交代，哎，这样的话呢，哎，我们的生活就正确，哦，不会造业，所以那个明己呀、啊，哦，自现，光明极灭，哦，那个如如不动的佛性啊。自己呀、啊、就会呈现。那么前际呀、啊，哦，如空，哎，就是哦，这个前际呀、啊、显现在眼前，那个际呀、啊，哎，就是哦，时间跟空间呐、啊，哦，这个显现在眼前呐、啊，哦，这个时间空间呢，它全部啊都是空，哦，三际心啊不可得，哦，然后呢，我们呐、啊、所有万象啊都是因缘际会，缘际则生啊，缘散就灭。哦，所以前际呀、啊，哦，全部啊都是空，哦，知次啊，哦，迷中。假如说呢，我们知道地方所在啊，就会迷灭宗旨。哎，所以哈、哦，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知道地方所在那个处啊，哦，就是地方所在。那知道地方所在啊，就是已经住相，住在形象啊，才有地方所在。那呢，我们已经呢有。哦，这个住的地方所在呢，就会迷灭啊，哎，我们的宗旨，哎，我们要啊超越哦凡俗，凡俗呢都要超越，
哦，不要迷昧呢，我们哦这个应该呢努力的方向。那么分明啊，哦照镜啊，哎，就是哦要分明，了了分明，哎，就好像哦那个镜子呈现一样，哦了了分明，哦分明啊照镜。那么随照啊，哦明猛，我们假如说随着哦那个照，照呢就是哦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个极就是佛性的不变之体，那个照就是佛性的随缘之用。那我们随着佛性的随缘之用，不呢追求本体，那个不变之体呀，我们没有把它呢这个锁住激发，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明蒙，明啊就是黑暗，蒙呢就是朦胧，不知道的方向，所以我们不要随着那个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啊，去生佛，因为我们现在在凡尘啊，那个不变之体呀，都还没有很明确的启发，所以它还没有很明确的来啊引导我们呢，走正确的那个方向。所以我们会随着佛性的功能作用啊在生活。那我们假如说一直随着功能作用的话，我们会就是黑暗迷蒙，它会呢朦胧，不知道呢怎么样走才是正确。所以这个随照啊迷蒙。一心有智，那个智啊就是呢阻塞。就是水啊不通流了，不流通了，那个叫智。我们心呢，假如说有停留呢，在哪一个角度啊？因为我们在凡尘这个心的变化非常大，而且呢也都有那个住的角度了。假如说呢这个吃外呢觉得说行啊不方便，然后我们就会想。这个能力呢强呢还是弱？弱的话呢，就买一部脚踏车来骑呀、啊。稍微可以一点呢，骑机车。这个稍微还再可以一点呢，买一部汽车。这个心呐、啊，我们心呐、啊、都会有所住在一个地方所在。我们心想什么呢？那个呢？都是住，心都是住。各位的心有没有住啊？哇，像没人讲。假如说呢，我们把我们整个心都无所住，无所住啊，就是让它呢能够逍遥自在，不局限在一个角度啊，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啦，让心呢都无所住。无所住以后，他逍遥自在，可是呢，无所住以后呢，还要呢耳生其心，就是啊，不要进入啊完空了，就是还要有主宰，心没有所住啊，可是呢，我们心中还有一个了了分明的主宰，那个主宰者啊，就是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呢，就不要让心呢。有这个阻塞，所以呢，这边就写说一心有智，知华不通。假如说我们心已经呢，这个住在一个极限的那个范围啊，那万华已经就不通了，不通达，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上天对我们这边很慈悲啦。以前不是很缺水吗？你看现在做什么？为什么知道？所以各位都在做耳根圆通，你看我们周遭真的圆啊，很圆满，整个啊，不管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全部呢，整个啊都在下雨圆。然后这个又有墙壁啊，我们又通，然后又听得见，这个声音啊，那个我们常住，没有下的时候啊，听到静悄悄；有下雨呢，听到雨声，
哦，所以圆通常，哦，圆通常，哎，就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这样了解吗？我们是日用哦而不知啦，哎，都已经日常在用了，哦，都圆通，哦，然后常住，哦，常住呢就是佛性的本体，才有办法哦常住，哎啊，所以我们哦本身就有，上个礼拜不是讲。哦，那个正信调子嘛，有没有印象？可是听起来好像哦，是去年在讲的事，好像隔了好久，好生疏的感觉啊。正信是什么意思？正确相信，哦，正信，他相信什么？哦，相信我们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哦，那个呢就是佛，哎啊，所以相信我们本身呢就是佛，哎，所以这个程度啊，又把我们拉得很高了，有没有？哎，肯不肯相信自己就是佛？哎，信心都不足，哦，都呢有一点啊呢，怕怕。是吗？自己会是佛吗？哦，会觉得说还差得很远，哦，这个上天给我们印可啦，哎，所以你说的对，我们本身就是佛，哦，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个佛呢要向自身求，身外无佛，哦，我们呢看的那个哦，所有的这一些修正的佛菩萨，那个都是要给我们效法。哦，他们都已经成就了，那现在呢就在我们身上，哦，这个佛就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时时刻刻呢，哦，要保持清净的哦那个头脑，哎，就是要觉，所以佛都在啊，哎，所以正信呐、啊，哦，调子，正确的相信呐、啊，自己就是佛，然后呢，我们要把我们弯弯曲曲的心呐、啊，把它调成直心，直心就是道场。哦，就是我们佛性的整个场所，哎，所谓直，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第一个哦，第一意呀、啊，那个叫直心，哦，不要加入啊自己的情绪，哦，不要加入自己的意见，哦，那正确的全部都呈现，哦，我们呢就哦活在当下，当下呢都是真心佛性，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哈、哦，哎，不用再向外找。哦，就在我们自身里面，所以一心有智啊，哦，知法就不通。那么去来哦，智耳，哎，我们要了解说呢，那个去跟来，哦，去啊，就是已经哈、哦，这个讲现象啦、啊，哦，身体已经灭了，来呢就出生了，哦，智耳他自己本来啊就这样。那一方面在讲哦，我们那个啊。佛性、啊、本来就非常活泼、哦、非常逍遥自在，他呢要啊、哦、去要来都非常的自然而然、哦、自己啊、哦、本身就是这样、哦、胡假、哦、推穷、哦、我们为什么呢、哦、要啊走路啊、那一种、哦、推穷的那一种、就是、哦、去推度，然后到达一个、哦、极点哦，到达终点哦，我们呢一直啊，都在推度，就是哦，哦，本来都已经呢，本身啊具足啊，哦，那个整个佛性，可是呢，我们都哦不敢承认，用呢，哦，这个胡乱的假设啊，哦，来推穷，哦，推穷呢，我们呐、啊，要呢，哦，追求的，哦，那个佛，的那个位阶啊。那么生哦无啊生相哦生造啊一同，那个生我们就是了解说我们在哦这个凡尘啊我们已经出生了哦出生呢是啊哦我们的业力把我们推到现象来，那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它并没有生哦，因为佛性本体没有生，所以它就没有灭，没有生灭了。佛性本体没有生灭，我们的、哦、身体、啊、才有生灭，那生、哦啊、这个生无生相、啊、
就是在讲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哈、哦，它没有生相哦，所以也没有灭相哦，没有生没有灭，是讲佛性本体。那身体的生啊，哦，是众缘际会，很多因缘啊，哦，我们呢造了业哦，跟父母亲有缘，然后呢才出生在凡尘。所以哈、哦，那个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个生啊是因缘际会才有的，哦，他还要呢，哦，还给天地，因为身体啊就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借我们用的，没有一个人哦不要还了、啊，一定要还，哦啊，所以我们在还没有还给天地之前啊，哦，借假修真。我们借着天地的物质所有宏图啊来修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哦、那个真呢把它修正出来、哦、让它呢能够主宰了了分明、哦、这样呢、我们就不枉费、啊哦、我们这一生，不然很快啊、哦、一生就过了，一转眼啊、哦、一生就过去了、哦、然后等到过去的时候啊、哦、我们回顾啊、就会后悔，说我们怎么在、哦、这个有、哦、主宰能力的时候啊，不赶快、哦、借假修真，使自己的、哦、那个真心佛性啊整个呈现、哦、所以呢我们在、哦、现在的、哦、这个当下、哦、这个每一天、哦、每一个时段、啊、就是要保持、哦、清醒的头脑，时时刻刻呢觉性呢都在哦，都跟自己的自性佛在一起。那么生造啊，哦一同，哦那个生，我们就是了解到，哦我们的落入啊，哦这个凡尘，哦跟那个造，造呢就是啊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我们一落入凡尘以后呢，哦跟呢那个佛性啊，哦那个功能作用啊，都合在一起，哦所以呢这个生造啊，哦一同。哦、那么易得心静、啊哦、无心、啊、用功，我们要使我们的心、啊哦、清静、我们就呢、哦、进入、啊、无心、啊、用功。这个无心用功、哦、各位浅显、我们一直、哦、在讲说我们的六根、哦、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啊，那个六识啊就是我们日常在用的心啊，那这个心哦我们都不要用，叫做无心哦。那我们已经无心了哦，这一些呢生灭的心、识心哦、认识的心啊，这一些心都不要哦，这一些心没有了，无心了。那么这一些呢都属于妄哦，不真啊，因为都妄一直在变化，然后呢所有的妄啊都放下没有了哦，妄尽啊真啊就显，所以那个无心啊，无心的心哦就是真心、啊、就是我们啊哦不生不灭的真心，就是哦即心即佛的心啊，这样了解吗？还不很了解吗？因为哈、哦，可能我们以往都没有接近呐、啊，哦，这个真理，哦，没有啊研究性理心法，啊，所以哈、哦、会比较生疏啦。那、啊、我们要听的哈、哦，这个很习惯了以后，会把我们呐、啊，哦，那个佛性本来有的，哦，把它呢整个都启发出来。那启发出来以后啊，原来本来哦自己呀、啊、本性就具足。本来就有哦，本来就已经是有了哦，所以呢我们要我们的哦心静啊，哦欲得心静哦，无心用功。各位浅显哦，无心用功呢到底是有在用功还是没有？是有很努力的哦，很努力啊才可以达到哦，达到无心啊，因为我们哦啊那个四心生灭的心啊用得很习惯，要去掉它、哦、很不容易、我们不用功的话呢、哦、那个呢、哦、四心、啊、去不掉、所以、哦、我们要呢用心、啊、把这一些生灭的心、啊、都能够放下、哦、能够放下以后、啊、那个真心、啊、无心的真心呢才会呈现、
所以哦，那个无心用功啊，就是去掉哦我们的四心，哦，去掉四心以后啊，我们的心呐、啊，就清净，所以易得心净啊，哦，无心用功，这样了解意思吗？哦，比较深一点点啦、啊、哈、哦，可是哦也不会太深啦、啊、哈、哦，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做，哦，就会啊这个努力做。那么纵横、哦、无照，这个纵、哦、啊，就是、哦、南北，横呢就是东西，纵横啊，纵横知道吗？像、哦、我们这个台湾呐、啊，哦，这个南北的话叫纵，东西的话叫横，哦啊，所以纵横，哦，我们呢啊，这个呢，哦，无照。所以、哦、我们了解呢、哦、那个纵呢我们大部分呢、都会讲说这个长、哦、然后呢横啊就会讲说纬度啊经、哦、跟纬经经纬经是长啊然后纬啊、哦、那个就是横、哦、然后呢那个经呢那个长啊就是它不变不变之体，然后呢，那个纬哈、哦、就是变而有常，哦，所以经是常而不变，纬呢是啊变而有常，然后呢，我们哈、哦、纵横呐、啊、哦无照，就是哈、哦、不管是东西，不管是南北啊，我们呢全部啊都不用哈、哦、那个啊哦佛性的功能作用无照。就是不要落入呢、哦、那个功能作用，那既然呢不要落入功能作用，当然就在不变之体之中，那不变之体啊我们能够呢这个老手的住啊、哦、那个呢最为微妙、哦、最微妙啊就是这一种状态 啊这一种状态呢要自己啊、哦、实践实际的做、哦、啊实际的做呢它就会呈现了、啊哦，会呈现呢这个最为微妙的哦那一种哦那个我们呢那个不变之体的佛性啊呈现。那么知法哦无知，无知呢知要，那个知法，我们知道佛法哦，知道呢殊胜的方法，知道这个法，所以佛学就讲哦，假如说我们能够见法，能够见法就能够见什么？对，就是能够见佛，所以法就是佛，哦，佛法身，哦，佛呢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身就是我们行为，我们的行为啊就是身，所以佛法身呢，哦，三宝一体，它是一体的，啊，所以我们知法已经知道了，哦，知道啊自己呀、啊，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这个呢叫做知法，哦，各位知道了没？哦，知道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呢，哦，无知，就是呢也要把这一种我们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啊，哦，放下，哦，那个呢就进入啊，哦，无知，无知才会宽广啊，哦，有知的话呢，各位浅显就是有能手。哦，有能知啊，有所知，那有能守就是生灭啊，这样了解意思吗？有能守，哦，有能守就是有事相，那、啊、有事相哦就有变化，哦，有变化就有生灭，那我们呢，哦，无知啊就没有能守，那、啊、没有能守就是没有变化，哦，没有生灭，哦，所以知法无知。哦，就是引导我们呐、啊，又向上哦一层，哦，往向高的一个方向啊，哦去前进、啊，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哈、哦，那个法性呢非常深，哦，我们越追求啊，他就会觉得说，哦，怎么越追求越深，哦，然后呢越奥妙，哦，一定呢要朝这个方向，哦，不然我们被呢，哦，这个造化完成哈、哦、引诱。那一生很快啊就过去了，哦，就很可惜啊，所以我们一定呢，哦，要呢啊回光返照。
来注意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哦，知法无知，然后无知啊，哦，知要，哦，已经到达无知，到达无所不知的时候啊，哎，那个哦，法要啊，哎，我们都已经得到了。所以呢，哦，无知啊，叫知要，哦，知道呢那个要法重点所在，哎，重点所在啊，我们全部呢，哎，都很清楚了，哦，所以呢，那个无知啊，知要。这样知道意思吗？哎，这个哈、哦，个真理的哈、哦、深度哈、哦、比较深啊，就比较深色。然后呢，外面啊，哦，这个哦雨又下得很大哦，它、啊、很凉快，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哦，最容易进入啊朦胧的状态。啊，所以只要一朦胧的哈、哦。不会做梦哦，也不会起心动念哦，所以或许说哦，尽量享受。所以在啊，整个哦，我们的佛性都呈现的时候啊，哎，那个哈、哦、佛法的哦那个要领啊，哎，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哎，就是已经把握哎，我们自己呀、啊，哦，那个最重要的哦，那个指挥啊，我们视听言动的哦，那个佛性本体啊，哎，都呈现哦，这个是很重要哦。指人呐、啊，我们自家的指人翁啊，哎，已经都潜出来的哦。之前呢，我们都让他睡觉了哦，我们还没有哦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之前呐、啊。我们都让我们的佛性在睡觉，各位的佛性有没有睡过觉？哎，还很迷昧哈、哦，哎，其实他修养好了，他都不会计较，因为我们那个哈、哦、六根啊很强，哎，都要抢着哈、哦、要当家做主，哎，所以佛性他退位了，哎，所以都不见。那我们现在呢，哦，把他请出来，哦，让他呢来当家。哎，这样的话呢，我们时时刻刻啊，都跟主人翁呢，哦，在一起，将心所见啊，哦，由位啊，离变。哎，假如说呢，我们把我们的心啊，哦，来所这个见，哎，那个动见啊，是两边啊。那假如说哦，我们所见，哦，用心来所见啊，变成只有自重一边，哎，自重一边呢？那个整个佛性本体啊，它没有呈现，哦，就变落入啊，哦，一边而已，哦，所以呢，由位啊离变，就表示说我们还在变之中啊，哦，我们众生的毛病啊，哎，就是啊，很容易啊，哦，走入一边，中道难行嘛、啊，哎，所以或许那个对哈、哦，我们这边呢，那个发现说哈、哦。也不要哈、哦，那个形而上哈、哦，那个啊，各位都还记得吗？也不合上啊，也不合下。我们这边不是发明要合中吗？有没有？哦，啊、各位有没有去实现啊？都合中，哦，二六十中啊，哎，这个哈、哦，二六呢，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啊，所以二六时钟呢，就是等于整天啊二十四个小时。那二十四个小时啊，时时刻刻啊都守住中道。哎，那个中道哦，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啊。啊，只要我们哦时时刻刻啊都守住我们佛性本体，就是呢在觉之中。那我们这个觉哈、哦，只要是久了。很久，哎，我们就会讲叫做哦抉择。抉择是什么？哎，就是佛。哎，那我们哦有没有当抉择？没有啊，还是只停留在二十四秒，还没有进步啊。
不过哦，能够停留24秒也不容易呀、啊。哦，我们就是从哦，最基本的哦做起，哦，回光返照，把心收回来，哦，守住啊那个觉，哦，觉守住了，能够守个24秒，不错了。哦，啊，慢慢增加了，哦，增加到后来啊，2、6、10钟，全部呢都守得住，就变抉择，那个时候成就了啦。这样快不快？都没有把握，这个还没有想去做了哈、哦，对不对？想不想去做啊？这个想的力道都还不够强，所以只要一下课就忘了。哦，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说哈、哦，这个呢要自己呀、啊、哦来。啊，这个证悟啊，自己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哈、哦，那个才是重要。生时忘怀呀、啊，哦，即是啊本性。我们呢，哦，不要把那个生时啊，哦，那个抱在怀中啊，所以我们生时忘怀，只要呢，啊，我们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呢，我们，哦。这个啊，这个整天呐、啊，都跟佛性在一起，然后做耳根圆通，把佛性延伸到整个空间，让你哦，整个空间啊都是佛性，哦，这样呢就变真空妙有，那真空妙有啊已经呈现了，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啊就不关紧要了，哦，身体的生死啊就还给天地，哦，所有风土啊。就还给天地了，哦，没有关系了。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哦，没有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又没有把它呢哦作为跟圆通延伸到整个空间，那我们哦生死就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业力啊会把我们推了，哦，我们呢哦造了善业啊推到哦天道去，哦。做了恶业呢，推到三恶道去；那不善不恶呢，又推到人道来。所以我们了解说，哈、哦，那个业力呀、啊，就是啊，哦，有那个力道把我们推，哦，落入现象，看要在哪个现象啊，哦，去呀、啊，接受果报。那我们哈、哦，一有修正了以后啊，这个身体呀、啊，就无关紧要，哦，还给天地就好了。哦，所有风土就还给天地，哦，就全部啊，都跟我们那个佛性啊，哦，没有关联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很重要的哦，哈、哦。所以呢，你看我们凡人啊，哦，社会人士，只要那个一口气不来啊，他就很紧张啊。为什么？没有路可以走。我们现在哈、哦。这个四肢健全啊，要走东往西都很自由。可是哈、哦，一口气不来啊，四肢已经不能哈、哦、动了。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的佛性又不修的话，要去哪里呀、啊？没有路、啊、哦。所以我们看呢，这个家属就赶快哦，请那个诵经团来诵经。哦，经就是境，就是路境，就是要走的路了、啊。告诉、哦、那个断气的人、啊、你要怎么走，就是那个样子。那我们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自己、啊、先把路都铺好呢？各位有没有铺路啊？是铺巷子的路，还是普通道路，还是高速道路、高速公路？我们铺什么路啊？我们哈、哦，假如说是修得很辛苦，哦，啊、很难，那个呢是高速公路，可是以后会走得很快，哦，那假如说我们那个都用很小的力道在做，那个是在修那个小巷道，哦，小路，那各位喜欢走大路还是小路？真的吗？大路要绕得很远哦。小路比较快，不怕远哦，还是走大马路哦。四道呢则进呐、啊，哦，会道则退。
所以我们了解说生死啊忘返，从我们怀中呢把生死都忘了，哦，没有修啊，没有启发佛性，啊，我们把生死忘了，那个业力它不会忘，它业力还是会推啊，把你推到现象去，哦，那这个告诉我们生死要忘怀啊，就是跟我们讲要赶快启发哦，不生不灭的佛性哦，我们才可以啊不受生死的约束，不受他左右哦，所以呢我们生死忘怀，那么即是啊本性哦，已经呢走回到呢我们哦不生不灭的哦那个真心佛性啊，就是本性。那么自理呀，啊，哦无权哦，自理就是呢究竟圆满的真理哦，究竟都很圆满哦，那个呢叫自理。那么无权呢，啊，就是没有哦，那个权就是解说了，没有办法解说，这样懂意思吗？就是它很高的程度了，啊，哦，那个原理道断了，啊，心行处昧哦，很高的程度哦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本身哦去做去行持，才会啊了解哦那个呢哦那个自理啊无权。哦，灰结呀，啊，哦，灰缠，哦，不是呢解开，也不是呢缠绕，哎，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在凡尘的生活啊，我们都是自己呀，啊，哦，这个绑住自己，我们有很多哈，哦，观念啊不正确，不正确的时候啊，就绑住我们自己呀，啊，把手脚哦都绑起来了，哦，观念不正确呀，啊，就是这个样子。哎，所以哦，那个变成缠哦，围绕我们围绕呢，在呢哦不合理的状态之下呢，哦那个叫缠，然后呢解开了哦，就是呢没有哦自由自在啊，就是解开了，然后呢在我们哦那个本性之中哦，在究竟圆满的佛性之中呢哦，它非结非缠哦，没有解开也没有缠绕。哦，本来啊就是自然而然呈现，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我们呢要呢自己呀，啊，哦，这个体会，哦，我们那个佛性的奥妙，灵通呢，哦，应物啊，常在呢目前，哦，灵通，只要我们肯呢，哦，时常多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我们哦那个灵啊，哦，特别的灵敏，啊，灵敏就会通，就会灵通了，啊。哦，所以那个灵通呢就可以应物啊，所以哦，在啊北部呢很多前贤呢，他们都修到哦啊有功夫啊，就是修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呢今天会遇到什么人，会什么事呈现，都会事先知道，竟然哦在提那个重物的时候啊，会到达说没有重量，奥不奥妙？他在心里面说：“哈，佛性啊，来提帮忙提，哦，就佛性在提呀，啊，不是身体在提。我们身体提的话，嚯，哦，就当哎，啊，佛性啊，帮忙提一下，哇，重量都没去啊，奥不奥妙？哎，听起来好像卡通影片哦，不过是。”这个道亲前显跟后显说的啦，哦，后显导致体都还很重，不想麻烦佛性，嘿，因为我们都没有好好照顾他，嘿，再麻烦他不好，哦，所以呢，嘿，都是，哦，自己身体做，嘿，我们了解说，哦，那个灵通啊，就可以应物，哦。那假如说我们已经呢，哦，有一些啊，功能显现的时候啊，哦，比较灵敏，哦，第六感比较灵敏，而且也知道一些事情，那各位浅显不要炫耀，因为炫耀哦，我们这个虚空之间啊，有很多哦，那个哦，幽冥鬼魂，有很多啊，哦，魑魅魍魉，有很多呢，凶神恶煞。有很多日月游神，哦，有很多呢，哦，山神土地，
那只要说我们炫耀追一些这个看不见的无形东西呢，他会来要求我们帮忙，这样了解意思吗？啊，我们有那个能力有能耐可以帮忙吗？他为什么不去求活菩萨呢？为什么求我们？所以就了解说活菩萨呢不做那个事。他来求我们的话，我们更不可能有能力去做。所以被他一缠绕了，我们就糟糕了，那个吃不完就多着走，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灵通了以后啊，自己知道就好，欢喜在心里面，这样就好了。这样会不会？不是这个暗躲了，而是要先保护自己，先让自己修的程度更高一点，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效验而已，那慢慢的我们会有五眼六通，然后慢慢的我们可以游戏神通。那个游戏神通就不只有五眼六通，那个是超越的，整个天地之间所有风土呢，我们都可以把它集合变成我们要的形象。你看是不是游戏神通？那一定我们要努力知道说这个空中不空，空中有东西在我们最要的最基本的就是先把佛性呢跟空融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体会那个一真法界体会呢如如不动的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从根源慢慢的延伸慢慢发挥越来呢越殊胜就会呈现。所以呢那个灵通呢应物常在呢目前就会显现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眼前就具备了万万年，眼前呢就具备了所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都一直在讲只要我们不要有三心那么不要有三心呢，三世就摄受我们不住，了解意思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不管好坏都让它过去，未来的也不用策划，因为那个是身体才用的，佛性不用那现在呢不住我们说现在现在又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一段不掉了所以没有三心，没有过去心的过去事摄受我们不住，没有未来心未来事摄受我们不住，没有现在心现在事摄受我们不住，那三世都不摄受我们是不是自由了？我们被三世摄受是不是要六道轮回？对不对？所以我们得要为我们的心做起，不要有三心只要我们有三心我们都被三世摄受去有三世摄受，我们得要六道轮回。各位浅显，六道轮回好不好？不好啦，那个太不好玩了拢爱受苦去天道嘛无好那个都不好，所以我们还是回归本位当活菩萨最好就是要修正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修正所以我们可以灵通万应物以后常在目前就显现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眼前佛在我们当下的每一个这个现象之中就是当下，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各位知道吗？就是不要有三心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容不容易？我们活在当下真的很不容易拢会想较早，拢会想未来，对不？爱想现在所以三心很容易呈现
啊，结果又被哈、哦、三世受受，我啊，结果又落入六道轮回，哦，那么熟悉呀、啊，所以我们要走出来啊，哎，就是真的要有恒心毅力，哎，要认识真理，说我不要哈、哦、被三世受受，哎，我要把哦佛性啊，就整个呈现呐、啊、在眼前，所以眼前呈现的一念呐、啊，就已经呢，哦，万万年，亿万年。万年一念，一念万年。哦，我们之前也讲过，哦，这个十世古今呐、啊，不离当念，还记得吗？那个十世怎么算？就表示各位都有内涵的，知道怎么算。哦，哎，这个哈、哦。哦，这个十世啊，哎，就是三世之中呢，各有三世，加起来就九世啊，又显现了在眼前一念，又是一世，哦，叫十世。那么十世呢，古今不离当念，哦，万年前、万年以后啊，都不离开我们当下眼前这一念，哦，所以这一念就具备万万年，哦，它没有生也没有灭。啊，我们呢，就是要活在、哦、眼前当下的每一念，哎，这样呢就正确了，哦，就已经呢，哦，可以呀、啊，哎，回归到呢，哦，不生不灭佛性的本体了、啊，哎，就显现了、啊、在当下，这样了解吗？先了解哦，然后再慢慢去实现的、啊，哦，这个要做到道哦，是很不容易啊。哦，因为我们这个显现在眼前的一念哦，都掺杂很多杂质，有没有？哎，都很多哦，那个影响到我们眼前这一念哦的呈现，哎，所以哦，那个啊，我们慢慢哦，哎，把它拼除，哦，说那一些啊，对我都有妨碍，没有帮助。哎，那我把这一些哦，这个妨碍我眼前呈现的这一念的哦，那一些呀、啊，哦，障碍物啊，都去掉。哎，那我们一直都去掉了以后啊，哎，真的呈现的，哎，就是啊，不生不灭哦，真心佛性本体哦，就在啊我们当下的每一刻。那么目前哦，无物啊，哦，无物啊，宛然。哎，就是吼、哦、显现呐、啊，吼、哦、在我们眼前非常灵通的哦，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啊，哦显现在眼前。可是呢，目前呐、啊、无物，就是没有东西呀、啊，哦。各位浅显，这个我们眼前呐、啊，哦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呀、啊，哦那个寥寥分明的那个知觉性嘛。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讲嘛，吼、哦。我们看到呢，我们哈、哦、寥寥分明的知觉心，那个就叫见法。那见到这个法，也就叫见佛。哦，啊，见到佛，哎，原来就是自己本身呐、啊，有没有？哎啊，所以哈、哦，这个目前无物啊，哎，就是在讲这个，哎，显现在眼前呐、啊，哦，那个佛性本体啊，它是没有形象，了解意思吗？其实各位是给后学面子的哈、哦，才会回答哦，了解。卡比公安呢吼，阿无一个人因，哎，所以哈、哦，这个都是哦很深色的真理，哦，我们一定呢要一听再听，哦，那听了很熟了以后啊，我们会进入，进入了以后啊，哎，就不会觉得深了。哦，就是因为不了解哈、哦，才会觉得深。等到我们了解了以后啊，哎，嘛无亲嘞吼，就欠嘞。哦，像或学这个追了哈、哦，从13岁哈、哦、那个小孩子开始，嗯，就哦参禅逐机呀、啊，哦都这个呢就好些哦。啊，因为囡仔骨头嫩嫩吼，还要相机卡压力起，哎，坐相盘。坐得很窄哦，很好坐，坐得、哦、
后天庙有十七年，求道以后又经过哈十三年，加起来三十年，都在追求哈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三十年呢，我讲够功了，真的够笨的，笨不笨？追求三十年哦，才呈现哈啊，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原来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都是咱在追求的啦，知道吗？所以开始讲课的第一天，不是说两个小时就可以吗？还记得不记得？哎，那我们已经几个小时了。那个时候也讲啊，哦，六祖的话，哦，他连两个小时都不用，哦，啊，他都知道，哎，都了了分明，哦，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哎，释迦牟尼佛要进入涅槃，把娑婆世界的众生呢交给哦地藏王菩萨，然后呢，地藏王菩萨哦就直接呢哦转世来教导众生。所以那个六祖啊，就是地藏王菩萨来转世的，来转世吼，直接来教导比较快。啊，不叫我过是不要那过。哦，活菩萨都不舍众生呢，哎，可是我们都吼，欠天欠天。这个国语怎么讲？看天吗？好像不是的吼，哦。就是那个不在意的意思啦哈，众生都不在意，哎，都吼，哦，没有觉得那个性命很可贵啊，哦，没有那个感觉，哎啊，所以哦那个地藏王菩萨已经接受了释迦牟尼佛交代，哎，他说我不能不做，哎，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做，哦，我一定要来哦教导众生呢，怎么样成就，哎，那所以就来哦转世了。哦，一呈现的教导我们，哎，那我们也正在研究，刚好哦，十一个月，我们研究啊，到今天哦，刚好十一个月，很快哦，一转眼啊，哦，安真紧呢，十一个月安尼过去啊，回想一下哦。跟那个我们还没有上课之前啊，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很大？啊，没有啊。最起码我们能够，哦，相信自己啊可以成佛，对不对？哎，不像以前说希望成佛，哦，那个是差别很大。哦，我们从自己本身呢。哦，了解到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哦，很亲切的去摸到它，很亲切的启发它，然后呢，培养哦，让它茁壮长大，哦，这个呢，都是在我们自己本身呢可以做的，哦，而且又可以成就的，哦，只要我们都肯用心，哦，真理一了解了，哦，只怕不了解了，了解了以后啊。一定会促成我们去实践，不了解就没办法，那了解以后一定会在内心里面跟你一直讲做做做做，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对不对？哎，他不了解就没办法，没让他做，不了解的没样子啊，不了解就不会做了，了解了以后那个内心啊会一直有声音促成我们实践，实践一定要做，哦，那只要我们肯落入哦这个实践啊去修持，就一定呢哦功效呈现，绝对有，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显现在我们呢哦目前啊没有形象哦无物的哎那个佛性本体啊，哎就是那么亲切，那么实在的哦，我们啊可以去掌握它，哦，所以目前呢，啊，无物。那么无物啊，宛然，哦，虽然是没有形象，哦，那个物啊就是东西呀，哦，没有东西形象，可是呢，它呢很，哦，整个啊，哎，全部都在，哦，宛然，就是呢，哦，不缺，
哦，全部呢，都哦很圆满的哦，整个呈现。所以呢，无物啊，宛然哦，不老哦，自见，不用呢哦，劳劳碌碌啊，我们的智慧去鉴定啊，它整个都已经啊哦呈现，都是我们呢哦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本体，所以不老啊自见。那么体质呢哦虚显。哦，佛性的本体啊，他自己啊本身呢，哦虚就是没有形象，然后玄奥妙，哦很玄妙，哦很奥妙，哎，所以我们呢都可以体会。那么念起哦念灭啊，前后啊无本，哎，我们的念起啊念灭，哦念头来了，哦念头去了，哦念头的起灭啊，哦前跟后啊，哦没有分别。所以这个时候呢，哦，因为啊，这个啊，法隆禅师呢是讲，哦，让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呢了解，所以呢，我们啊很容易哈、哦、啊有这个念头，那么前念后念啊，念起念灭啊，嘿，我们呢，哦，时时刻刻呢都不知不觉，哦，都不知道，嘿，那啊，法隆禅师呢跟我们讲说呢，哦，前后啊无别。就是前念跟后念、啊、没有分别。那为什么要落入、哦、前念后念没有分别？因为、啊、它都是、哦、不实在的、虚幻的、哦、都呢、啊这个不要去住的、所以让我们、哦、这个知道、啊哦、这个念起念灭、啊、都是虚幻。各位前贤，念头随生出来的哦，很不错哦，就是哈、哦、佛性本体生花啦，所以哈、哦、我们要了解到哦，不免哦哦讨厌那个念头，就是哈、哦、我们要感谢它哦，让我们认识呢佛性哦，有法多生念头出来，有办法生念头出来，就是佛性本体呀、啊，哎啊，所以哈、哦、我们了解起心动念哦，谁呢？那个就是佛性本体。哦，佛性本体呀、啊，在起心动念。那我们能够了解，哦，起心动念就是佛性本体。这样要认识佛性本体，容不容易？很容易哈、哦，都是起两头迄个啦，哦，起两头迄个。那我们现在呢，重点啊，就是哈、哦，要呢回过来看起念头的那个佛性本体。不要、哦、被我们那个念头的内容拉走了，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我们起心动念、哦、念头都有内容，对不对？那我们都会跟着内容走，对不对？啊，这样、哦、够不够聪明？啊，要不要做聪明一点？要。啊，所以回过来、哦、看、哦、哪个在生念头。哦，就是佛性本体，原来佛性本体这么亲切哦，就在我身上哦，弟弟哦，生念头和我怎样？哎啊，这样哦，就不管那个生出来念头的内容，因为我们走路啊，念头的内容哦，就会烦恼，对不对？哎，一定的啦，哦，起心动念以后啊，那个内容啊，一定会促成我们烦恼。那我们就不要去管那个、哦、念头的内容，我们回过头来管谁生出来的，这样会不会？会。要做 哦，要实际的做哦，看看呢哦，那个哪个生出念头来哦？他能够生出念头啊？有没有形象？有。哦，我们都以为头脑生出来的哦。都以为啊，我们念头啊，哦，以为说头脑生出来的，哦，不是哦，哎，是佛性生出来的，哦，没有形象的佛性啊，生化念头，哦，我们差别是在走入念头的内容。那现在呢，不要哦，不要走入啊念头的内容，我们反过来看生出念头的佛性本体，哦，所以这样啊，哦，那个念起念灭啊，哦，前后就无别了。哦，这样了解意思吗？那后念不生啊，哦，前念啊自觉，哦，我们呢这个后念不生，前念他自己呀、啊，哦就不见了啦。
所以、哦、我们都是、啊、一念接一念、哦、一直啊绵延不绝、哦、都一直啊生花，所以我们不要呢学那个、哦、道经就讲头脑都已经生出来了，不用都很可惜啊、哦、会不会这样？不会啦、哦、这个头脑虽然生出来没错、啊、可是、哦、我们要了解那个是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啦，要还给天地的，不是我们可以主宰、哦、不是说、哦、他这个、头脑已经生出来就 常在、哦、永远在，不会哦，哦，会很快就消灭了哦，不见了哦，可以说呢，这个百年以后啊，各位先贤，百年以后啊，我们谁还在？经过一百年啊，在一百年以后，现在民国九十九年，对不对？在民国一百九十九年的时候啊，我们谁还在？啊，都不在了、哦。他有够夭壽啊！都很短命啊、哦、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啊、好好的运用、哦、我们呢就是、哦、要活每、哦、一分钟一秒钟、啊、都要好好运用、哦、使我们整个、啊哦、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都呈现，这样呢就是好好的用哦，所以这个后念不生啊，哦，前念啊，他自己啊，哦，就解没有了。那么三世啊，无物啊，哦，无心无佛，哦，三世，就是哦，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三世。那三世啊，都无物，都没有东西呀、啊，因为哦，所有东西形象都是眼即则生啊，眼散就灭，哦，都是虚幻不实在的。所以三世啊都无物，没有东西哦，然后无心啊无佛，也没有心也没有佛，就已经啊回归到哦正位，就是本位啦，全部都哦，都不用名称来说了，还你了解意思哦？是很沉重吗？因为法隆禅师呢都跟我们讲那个原始状态、哦、就是最高的那个程度，所以我们就是要体会、哦、那么众生呢无心、啊哦、一无心出、哦、分别啊还生，所以众生呢众缘机制啊而现的生相叫做众生，所以本性啊本不生，所以呢本性就、哦、没有灭哦、那个所生灭呢是众缘机聚而生的，那众缘机聚而生啊，缘聚生缘散灭啊，那个就不要管它了，所以众、哦、生啊、哦、无心、哦、全部啊都是无心，所以、哦、不要有那个妄想心啊，就归入啊、哦、那个无心，无心呢就是真心，所以无心就是道，道就是无心，那个心、啊、就是佛、哦、就已经呢在佛的本位、啊、所以呢一、啊哦、无心出，我们按照呢、哦、那个无心然后、啊、出现、哦、在凡尘、哦、按照呢无心出现在凡尘，一出现凡尘以后、啊、就有分别凡跟圣、哦、凡人、啊哦、追求的都是、啊、有形有相的财产，然后呢圣人所追求啊，就是、哦、佛性、哦、能够恢复光明，然后呢能够呢度化众生，都可以脱离苦海，所以凡圣的差别啊，就在这里。那我们要知道呢在凡尘呢我们 追求啊物质的享受，那个也都是身体在享受啦、哦、佛性有没有享受？那个有时候、哦、我们这个物质太富裕了、哦、这个佛性反而、啊哦、很郁闷、哦、就是、啊、不快乐了、哎啊、所以、哦、苦恼夫子也都是讲、哦、说呢这个吃那个、哦、粗饭，然后睡觉、哦、用那个手背来当枕头、哦啊、这样呢
哦、快乐、啊、在其中，那个不义的富贵啊，哦，以我如浮云呐、啊，哎，所以孔老夫子也是这样讲。然后呢，我们看那个颜回，哦，颜回是肌肉相，哦，单食瓢饮，人不堪其忧了、啊，回不改其乐。他那个生活那么困苦啊，为什么那么快乐？各位前贤，颜回为什么那么快乐？是装给我们看的吗？哦，不是哦，那个假装的哈、哦，那个短时间可以呀、啊，那个长时间都不行。所以他心里面呢，一定呢有所本，哦，他心里面啊有所依赖。那、啊、他依赖什么呢？哦，我们看那个儒家思想，就是德一善，前前无因啊，终身无失，就是这样。哦，他得到一善，这个依啊就是道。哦，他已经得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他把心呢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不动，不管哦现象啊哦是坎坷哦现象呢是富裕啊，他都哦不影响，哎，所以我们就哦要了解到哎那个哦一些呢这个圣贤呢哦他们对外境啊哎都不哦。这个呢啊引进到内心啦、啊、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哦我们哦这个以往留下来的哦那一种哦收殿啊哎就是哦贫贱呢不移哦富贵啊不淫，然后威武啊不屈，然后泰山崩于前啊刀具加以后不动声色，这个呢就是殿哦很大的殿力。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殿力啊？他就是因为把心呢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好、哦，完全呢都不在现象上面，所以定力啊才自然而然哦呈现。好、哦，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哎，我们跟哦圣人也是没有分别，也是一样的，看我们肯不肯做。哦，我们肯做的话，哎，就把外境啊整个都拼除。全心全意啊，就是追求哦，能够呢回归正位，就是呢成仙做佛。各位有没有这个心啊？是希望呢，还是真正的想达到？哦，真正的想达到哦，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凡尘啊，哦，一落入现象啊，都是要受苦啦。啊，我们哦可以啊回归本位了以后，哦已经进入啊没有形象的哦那个佛性本体，可以啊千百亿化身，哦要来不是不能哦不能来，哎不用烦恼说哦一修道以后啊哇啊都天地无人啊，会不会这样？不会啦，哦我们要了解说呢，哦在之前啊我们人类啊哦之前。是用化身的，哦，不是胎身呐、啊，是化身，变化而来，而且也不用吃饭，在天上飞啊，哦，那个记载啊，在那个《阿含经》里面，哦，或许还特别把它抄出来，哦，会飞哦，啊，为什么我们后来飞不起来？因为贪呐、啊，贪什么？那个地哦，生长啊，哦，那个很甘甜的哦，哎，那个饮料。我们就贪吃啊，一吃了以后哦，身体重，结果就飞不起来。哦，啊、因为哦，这个化身以后啊，哦有男有女，他、啊、就互相对看啊，啊看个有意思啊，看个有意思以后哦，啊化身就变胎身了、啊。哦，知道意思吗？啊，因为吼、哦、看到有意思吼、哦，啊才起厝啦。我较早无厝啦，知道吗？都没听过吼、哦。哎，各位要看吼、哦、那个《阿含经》啊，《大藏经》的第一册，哦，里面就有记载。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原来以前我们还是哦化身来的，是因为我们吼、哦。这个真如不守自性啊，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哦，寿命很长，有84000岁。
啊，心越来越坏，寿命越来越短，哦，那个地啊，生长的东西啊，哦，会养生，可是也会害生啊，就变成哦，我们的寿命越来越短。那往后哦，各位浅浅，再经过哦，哦一段长时间以后啊，我们人的寿命会更短，然后我们人的身高啊会很矮，很矮啊，就矮，差不多哦，我们手肘的高了，安尼，从这里到这里，然后寿命哦，在凡尘能够活的寿命哦，才只有十岁了。十岁就死掉了，女孩子哈、哦、五个月、啊、就结婚了，五个月哦哦生下来五个月就结婚，因为十岁啊就死掉了，哦然后呢已经苦到极点了、啊，心就转变要行善，然后行善以后啊寿命慢慢增加，增加呢到84000岁。所以等到呢84000岁的时候啊，我们老子师就下生了。那个时候女孩子哈、哦、500岁啊出嫁，500岁才嫁人呐、啊。各位浅浅，假如说我们现在500岁才嫁人，会变什么？所以我们看一看那个哦，因为啊。证悟到佛以后啊，无所不知啊。啊那个时候，就是问释迦牟尼佛，说那个过程，哦，那个啊，人类啊，哦，来的无始以来那个过程，然后佛就讲，然后讲到以后，讲到我们哈、哦、往后，所以要了解说，我们之前哦有那个哦庄严劫，我们现在叫贤劫，以后还有星宿劫。哦，那一个劫哈、啊、都有1000位佛啦，啊，现在贤劫哈、啊、到释迦牟尼佛哦第4位，然后我们弥勒祖师哈、哦、第5位，还有995位，他、啊、一位哈、哦、都很久，对不对？哎，是不是时间呐、啊、没完没了，很长哦，非常长。那、啊、我们要不要？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都受苦，要不要？不要。所以不要的话，就要努力修。哦，那个啊，你看诈骗集团那个，我们不要去哦参与，哎，啊，不要去骗人。哦，我们要实实在在的把自己呀、啊，哦，那个佛性培养的光明，哦，回归本位了以后啊，不管他哦，这个现象啊，经过了几亿万年。我们都如如不动，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一回归到本际、哦、本来的地方所在，那个如如不动、哦、是可以的。愿不愿意啊？回归到、哦、本际如如不动、哦、很理想的。它不是说、哦、回去 就不能来，你想要又可以，不只有娑婆世界，我们这个是南赡部洲，我们可以哦到北俱卢洲，哦东胜神洲、西牛贺洲，都可以，都可以去，而且又可以超越哦这个四大部洲，可以到呢哦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南方宝佛世界，哦都可以去啊，哦非常宽广，非常大，哦。我们那个佛世界非常的宽广、哦、不只有太阳系、啊、所以、哦、我们知道说我们生长在南赡部洲呢，哇还、哦、很窄、哦、这个地方也不大，我们说、哦、世界很大，其实、哦、不大，很窄。依无心出啊、哦、分别凡身，有凡人圣人，那么烦恼呢、哦、转身，我们有分别心以后啊，那个烦恼啊，就会哦转得很深，各位在生活之中呢，哦，这个现在的烦恼啊多不多？这个越修道是越多呢，还是越修道烦恼越少？
哦，我们就是要认识哦那个根源。哦，烦恼从哪里来呢？各位浅显，烦恼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从住相，哎，我们的烦恼哦，从住相来。只要我们不住相哦，烦恼就消失了。哎，所以相引起我们烦恼。哎，那所有的相哦，虚幻不实在，都是因缘际会啊才呈现的。那种假，啊，咱唔当伫假内底哦烦恼。相都已经变化了，我们的烦恼都还没变化。对不对？哎，所以这个烦恼吼、哦，还真的加工的，跳啊工，工的人袂晓烦恼啊，所以吼、哦、烦恼的人拢跳，哦，都是很聪明才会烦恼吼、哦。那么计较啊，哦，乖常，假如说呢，我们落入计较，哦，就呢跟那个常道。哎，跟那个真理啊相违背，哦，那个乖啊，哎，就是乖串，就是违背的意思啊，哦，这个计较，各位都有生活之中呢，有没有计较？都会有啦，只是大跟小的差别而已，对不对？哦，有那个大的计较、啊、跟小的计较，哦，那只要我们落入计较。哦，就违背了那个真理，哦，求真呢，哦，背正。假如说呢，我们呢落入啊那个求真，我们现在呢就已经在真之中，啊，我们在求真呢，就违背啊，哦，那个正，哎，就跟真理相违背啊，这样了解吗？我们呢不是有看那个张卓秀才悟道记吗？他不是有讲趋向真如啊，意识起。因为本身就在真如之中，啊，你还要再趋向真如，那么是不是已经呢头上安头了？哎，所以哈、哦，我们要了解，我们当下哦就是真，哎，所以不用再求真，哦，一求真以后呢，哦，就背真，哦，违背啊，哎，那个哈、哦、啊真理，双明啊，哦，对峙，哎，就是哈、哦、我们两边呢要把它呢泯灭，哦，双明。哎，就是吼、哦，不要有两边的对待啦。哎，我们吼、哦、跟人相处啊，很容易啊，进入两边，不是喜欢就讨厌，对不对？啊，我们把喜欢、讨厌吼、哦、都去掉，不要喜欢，也不要讨厌，就是平常心呐、啊。会不会做？蛮难的吼、哦，喜欢就喜欢，讨厌就讨厌的吼、哦。要他不喜欢不讨厌还不容易，是不是这样？所以还是要从真理着手、哦、因为呢、哦、喜欢讨厌是我们情绪的表现，那我们呢、哦、情绪表现出来、啊哦、有违背到我喜欢的我就讨厌、哦啊、顺从我喜欢的我就很高兴，他、啊、就有取舍，啊、既然落入取舍了、啊欸、我们又造业了，他、啊、造业就要受苦、欸啊、所以要不要去掉、欸、把两边都去掉、哦欸、所以不要落入呢喜欢讨厌，都是假的，凡尘呢、哦、一切事、啊、都是假的、欸、所以呢我们呢双明、啊哦、对峙、欸、就是、哦、不要有那个对峙的、欸、那个情绪、哦、出现、欸、都把它泯灭、哦、去掉，没有了就好、哦、都全部没有了，我们的心、啊、不走路、啊哦、两边对待、哦啊、就不用对峙，所以双明、啊、对峙湛然明镜、哦、那个湛然湛然、啊、就回归到、哦、最原始状态、哦、那个湛然、哦、明镜、啊、光明清净、哦、可以回到呢我们的、哦、那个本来、哦、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哦、那个湛然常寂、哦、然后呢光明清净、哦、不需要、哦、工巧，不用呢、啊、这个功夫来修，不用我们的、哦、那个巧手来做、哦、不用、哦、
守婴儿行，这个守婴儿行啊，各位先生，婴儿他怎么做？婴儿啊，他怎么做？婴儿有没有分别心？婴儿会不会讲话？婴儿会不会做事？所以哦，守婴儿行啊，就也不会讲话，也不会起心动念，也不会做事，也不会惹是非，也不会分别心。这样了解吗？我们容不容易做？还真的不容易啦，那个最大的就是分别心。婴儿他没有分别心，我们越长越大以后啊，分别心才出来，分别心一出来，我们烦恼就跟着来了，所以婴儿啊，他没有烦恼，也不会讲话，所以我们很多啊，不必要的麻烦都是讲话来的，所以我们在凡尘本来都是接受福报了，因为嘴巴太轻易讲话，把福报都享用完了。所以当我们这个听周遭人家在讲话，然后这个听听他的内容，会觉得说啊，你那都拢免讲啊，讲的拢无好，有没有那个感觉？各位修养都非常好，因为不听人家讲话，人咧讲话跟我无代志，我不爱听，这个要修养，对不对？要不要？还真的是要修养。可是有时候啦，假如说你坐在车上啊，就在你隔壁啊，他在讲那个手机啊，有一次或许这个从桃园坐车坐那个国光号国光客运到台中要去买大藏经，然后从桃园上车到台中，在或许隔壁的一位男生那个时候那个电话那个手机的那个电话费还算秒的嘞，一秒钟多少钱，他竟然从桃园讲到台中，厉不厉害？因为正在念爱他所以讲的话我说那个真的是这个可以都不用讲，那个说十句有十一句都废话，可是那个恋爱的时候就很喜欢讲废话没用的话很喜欢讲，所以我在想说你如果把这钱来救走那些善恰人那也不知道多欢喜那不少钱呢，那个要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算秒的那个时候还算秒的，不像现在说打得很便宜以前很贵，所以我们要守婴儿行就是婴儿啊，他都没有分别心然后也不会乱讲话然后呢也不会行持错误，就是做这个走错路了，他不会走所以不会走错路守婴儿行这个婴儿行还是佛释迦牟尼佛讲的他就讲我们要守那个婴儿行那么这个星星了之见王转密，这个星星了之就是我们就是不要落入有为，只要我们都在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之中他呢这个了了分明整个知觉性会呈现。那假如说我们的见很宽广假如说呢我们见好像王一样这样就转密就会把我们整个那个那个知觉性灵掩盖砍开
整个呢拢无去，拢无迄个清醒清醒的头脑，就没有，所以见往啊，这个转命。那么寂寂呀，无见，我们能够呢进入到那个寂寂，那个寂灭，到达如如不动那个寂灭啊，无见，没有我们呐、啊、那个妄见，寂寂无见呐、啊，暗示啊不已，就是呢，不管是啊，这个明啊跟暗呢，都呢，不移动，我们的那个那个见解。那个倔决性呢、啊，就是很笃定，就是我们的那个正知啊正见，非常这个清楚的呈现，所以那个寂寂无见啊，非常重要，那个就是佛知佛见，就是我们正确的那个认知，暗示啊不移，在万事里面呢也不转移我们这个佛知佛见。那么心心呢？无妄，这个呢就是表示了了分明的，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啊，它没有妄，就是全部都是真呐、啊，所以我们要在真里面呢，讨生佛。那么寂寂呀，明亮，这个时候啊，上面呢寂寂无见，那么底下呢，就寂寂明亮，那个又是啊佛性本体，很光明。很亮丽，整个都呈现。那么万象啊，常真，松柔一相，这个万象啊，所有凡尘的万象，都是我们呢不生不不灭的佛性本体所呈现啊，所以呢它是常，常住啊，又是真，所以万象啊，常真，这个表示那个世间相、啊、常住。这个世间相啊，虽然变化无常，可是呢，它的来源，都是佛性本体呢，这个生化出来，生化出来以后啊，虽然又这个灭了，可是呢，它是啊，变而有常，又会呢这个呈现，所以万象啊，常真，万象呢都是真常，都是真的，松柔一相。松柔就是非常多的这个啊，这个形象啊都在一起，那一相啊，就把它归入啊到一相，这个各位浅显，一相是什么相？一相是什么相？就是无啦，有没有的无啊，无相，一相就是无相。所以松柔一相就是无相，虽然呢万相啊都很多，可是呢都是因缘际会啦，啊都是假的啊，所以都是无相，无相呢才是常，才是真，啊所以呢我们了解松柔一相，我们呢也在讲说这个万法呢皆空，有没有听过？那后面要接啊，接一句啊，空性啊即是佛性，不是万法皆空吗？我们万法皆空以后都不接了，下面就没有文字啊，结果那个万法皆空就变成完空，变成什么都没有，那就断灭。那我们下面接万法皆空，空性啊即是佛性，还能向微，所以这个松柔一相啊，就是没有相，它没有相啊，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不容易从文字啊不容易了解意思，对不对？所以呢啊，这个以往的那个那个修持啊，那个禅师啊，都是投入啊非常长的时间呢，在呢。啊，钻研这个真理，啊，所以一讲出来的话，一个字啊，就代表很多意思，那也是要引导我们走入啊那个真理的世界，啊，我们只要走入真理世界，就可以回归到本位，不然我们在凡尘啊，
哦，都离得哦我们那个正位啊很远，哦，都千差万别啊，差得太远，哎啊，所以哦那个哦在呢虚元零年到一千年之间的所有禅师啊，他们都投入哦这个非常多生多世啊，都是在哦研究啊这个真理。他说一讲出来以后，哎，他们都是要引导以后，哦，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研究的人呐，啊，能够实际的得到利益，哦，不要经过呢那么多的摸索时间，哦，像或者刚第一次讲，我说哦，这个三十年真的太久了啦，我们哪哦哪有那个时间去耗掉那么哦长的三十年，哦，两个小时就好了。哎，努力听两个小时，把三十年的哈，哦，那个经历啊、经过哦，全部都吸收，这样快不快？很快嘛，哈，哦，哎啊，所以我们就直接指点出来，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把佛性本体体会出来，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个是三十年累积下来的嘞。或许都一直想真笨。哦，三十年，所以要不要学啊？哎，就是要学。哦，你真的哦，晚上睡不着觉，马上做，马上睡着了，好不好用？很好用。那，啊，你肯努力做一段时间呢，啊，不是灵通吗？哎，我们真的灵通哦，那个第六感特别灵敏，然后呢，可以啊，哦，慢慢进入，哎，到达真空妙有，哦，可以进入啊，哎，那个真理世界。哦，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哎，可以深入的，哎，啊，一定要有一个下手的地方啊，啊，怎么下手？观念放下，一念不生。所以上个礼拜啊，最后一个不是问吗？观念放下有没有？哦，你想到有什么，那个都是没有放下，哦，一定要全部都放下，哦，全部都放下。真呐，啊，才会呈现。哦，你还有什么感觉？那个还是演呐，啊，哦，那个还不行。哦，一定也要放下。哦，全部什么都没了，那个才真正的忘记真显。哦，真都已经呈现了。哎，所以我们哦，这个了解呢，哦，到达哦，娑婆一相的时候，就无相，无相呢，万法皆空。哎，空性即是佛性，佛性呈现了。哦。这个去来坐立啊，哦，一切啊莫持。这个去来坐立，哦，就是我们在凡尘的行住坐卧啊，哎，一切啊莫持啊，就是哦不要执着，不要固执。我们在凡尘哦，可以说啦，只要落入身体啊，就会有持啊。各位有没有持？固执啊，固不固执？哦，我们都会有固执啊，哦，而且啊，哦，各位浅显，假如说你看到对方这个哈，哦，眉毛的中间呐，啊，假如说有横纹，他的固执程度啊是超越很多很大的，所以你要改变他的心念啊，那是比登天还难，固不？像或者这样，固不固执？很固执，对不对？哎，对，就是很固执。不过，哦，我们要了解到了，我们要折善固执。哦，固执有时候要用哦，对不对？哎，啊，不要哦，那个选择恶，哦，固执就好了。哦，要折善固执。哎，然后我们一看到，哦，这个对方跟我们哦交接的人啊，家都家北。他哦没有固执啊，所以很容易跟他沟通，哎，然后看他眼睛又大大的，人中又宽宽的，他心地很宽广，你哪个批一马丘的，他都不会计较。那假如说哦是相反的话，那我们讲话就要小心一点，连带讲话都不能去欺负他，他会把你记得牢牢的，会记仇啊。哎，那个时候呈现哦现象，哦，那我们在相之中呢，也稍微知道一点，哦，这样的话呢，度人就比较容易。
哦，那么决定啊，哦，无方随为啊，哦，出路，哎，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哈，哦，这个决定啊，哦，我们决定呢无方，就是没有一个哦固定的地方所在啊，哎，所以决定呢，哦，无方，哦，我们要了解呢，哦，很宽广，佛性呢本身呢很宽广，所以我们呢这个决定啊，哎，就不要让它呢落入一个地方所在。一落入地方所在呢，哦，我们就没有哦这个回到呢本体的，那也就哦没有逍遥自在，所以那个哦决定啊无方。那么谁哦为出路？哦什么哦什么人在出路？哎，所以我们了解啊，那个哦出路啊，哎都是啊我们有哦造业的，然后呢才有哦那个呈现啊。啊，那个出修正呢才有路，哎，所以出路啊，哦，谁在出路？哎，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是我们在凡尘啊自己心的哦那个主宰。那么无和哦无善哦不慈不取，哎，我们就是了解哦这个啊哦业啊跟我们啊无和，不会哦合在一起。可是呢，只要我们占哦有造了业呢，它也哦无善，它也不会消失，所以呢无和无善，哎，这个呢跟我们哦在讲那个哦啊那个不生不灭哦不垢不净哦那个呢啊是一样的，不增不减，然后呢无和无善哦都是呢在讲那个佛性的哦那个本体状态。那么不迟哦不急哦，迟就是很慢。哎，急啊，就是很快，哦，也不很慢，也不很快，哦，所以这个快跟慢啊，哎，是我们的哦那个观点，哎，我们自己啊，每一个人哦所看的哦角度，哎，快慢是我们每个人哦自己的哎那个哦心里面的哦那个情绪反射。那么明急哦这个自然，哎，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哦，明啊，就是光明；举呀，啊，就是吼，哦，啊，这个如如不动。所以吼，哦，那个明啊，就是有哦那个佛性的随缘之用的功能。然后举呀，啊，就是不变之体，哎，那个不变之体呀，啊，也举。然后呢，随缘之用啊，也照。啊，照呢叫光明，对不对？哎，所以那个明啊，就是照，哎，就是呢啊佛性的随缘之用。哦，那个极呀，啊，就是不变之体，哎，我们呢明极呀，啊，自然，哦，就呢自然回到，啊，哦那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本体回来。那么不可哦言极呀，啊，就是我们用语言哦来说的话呢，没有办法说到，哎，它很哦深，还没讲哦讲到未得搞，讲的哦没有办法用语言到达，所以不可言极，哦。知道这个意思吗？哦，心哦无异心呐，啊，哎，这个心哦不要有那个异心，异心就是不一样，哎，不一样呢就是有很多了哦，心呐，啊，无异心，然后呢哦不断呐，啊，这个贪淫，哎，为什么呢？不断贪，因为我们哦要了解到哦那个贪嗔痴哦那一些，啊，贪淫的。哦，那个性啊，它本来就是空。那我们只要呢不住相，哦，不住相以后啊，就没有那一些呀，啊，哦，那个贪淫的那个事。哎，那我们呢要了解哈，哦，那个贪淫的哦那个性啊，跟空性，啊，是一样的。哎，那假如说我们哦有那个要呢这个断贪淫的哦那个心啊，表示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啊还不透彻啊。哎，所以哦，我们了解说哦，这边啊啊，心呢没有两个心，没有不一样的心，然后也不断贪淫哦，性啊空自离，只要我们进入哈，哦，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佛性啊，它本来就没有形象是空，只要我们呢进入佛性的空啊，它自然哦就离开呢那个形象的贪。形象的影啊都已经自然都离开了，哦，我们呢这个时间呢已经到达，哦，剩下的这个15分钟。
各位前贤有问题要问吗？或许是很鼓励大家问，因为问进步才会快。有没有人要问啊？15分钟要把握。好，请说。我想知道，这是美国前辈问的问题。好，请说。他说，请问有讲师候选有至少3次正在和朋友说话，但是当时并没有在做官员放下一念不生或耳根圆通，突然有几秒钟恍惚状况发生，可以听到朋友说话声音，可是觉得好像隔了一层。声音听起来和平常不恍惚时不太一样，感觉后学和朋友在两个不同世界。后学觉得自己像透明的气球要漂浮，膝盖以下不属于后学的，两只脚就像两根木头立在地上，很担心身体不知倒地，心想是不是贫血。可是抽血检查没有贫血，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这个美国道亲的这个很有意思啊，他不研究这个为什么会去转世当老虎，还要研究说老虎为什么一直在吃肉。我们在凡尘只要说都是要坑人啊，要吃人的那个会转世啊去当老虎所以我们在凡尘就会遇到有这一种现象有一些人啊就是喜欢吃人坑人那个他这一生的身体不见了，寿命到了，那转世了以后到出生到去就会转世成老虎。那呢刚才讲这个现象就是在跟朋友这个讲话之中呢会有那一种恍惚的那个状态产生呢。那个呢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只要做功夫虽然有时候啊我们并没有说正在做那个功夫，可是它已经在我们的那个脑海里面了，它自己啊本身已经在做它会有那一种那个呈现啊一些功效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或许都鼓励啊各位前贤在呢我们发清口愿啊那个烧表文的时候啊，我们都非常注重啊，所以那个都已经进入啊我们那个潜意识，那进入潜意识以后啊做梦连我们睡觉做梦都会说不行，我已经清口了，不能出分的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那个就是我们很努力的把那个重点啊就是我已经清口的那个看得很重，就是重视它。那我们只要说在修持一样对呢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也非常重视它，一样进入啊潜意识，进入到潜意识以后啊我们并没有在在想在做，可是它自然它在潜意识里面自然会有动作会有那一些那个功效呈现所以那一种那个恍惚的状态我们就是了解到恍惚状态就是不进入两边啦，所以佛学都时常讲我们会打瞌睡啊，打瞌睡不可能做梦啊，打瞌睡不可能起心动念啊，所以那个叫朦胧状态啊，朦胧状态就是我们没有固执两边，就是没有想对没有想错，没有都没有那一种是最复合中道啊，所以在那一种最复合中道的时候啊呈现有呈现啊一些啊那个我们呢这个不是想象可以知道的一些情形，那个呢是属于我们修持的功夫了修持里面啊它呈现。那我们要知道说有时候啊
我们不要去哦，虽然有功效呈现，可是也不要住相，因为住相以后啊，我们会被相哦妨碍，要再进步哦就不容易了、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哦这个放下，啊，所以哦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哦我们就是一样呢，要重视啊哦那个心理，因为啊心理的状态啊会影响到生理，所以哦或许才有讲那个哦，那个。哦，那个希特勒啊，哦，抓那个战俘啊，哦，那个，哦，那个情形，各位有没有听进去啊？他被冰刀一割以后啊，哦，并没有流血，可是他也死掉了啊。他为什么会死掉？就是因为哈、他心里面的生机啊已经没有，他一直告诉自己，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就是这样啊，哦，啊，真的就死掉了。所以、哦、那个、啊、心理、哦、影响到生理、哦、像那个流氓、哦、美国小镇那个流氓他也一样、哦、那个心理、啊哦、你一直、哦哦、全心全意的照顾你的身体不受他、啊、这个影响、哦、有一点点、这个小毛病、啊、你就非常看得非常大被心理的影响一样他也死掉了所以、哦、心理重要那我们就是要健全我们的心理、哦、那心理要怎么健全就是对真理、啊哦、透彻认识认识真理那所有、哦、身体呈现的现象、啊、我们不要太在意、哦、我们太在意的话、哦、一方面妨碍我们进步一方面呢我们有时候、啊、会引起、啊、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哦、因为我们呢、哦、住在相了以后啊假如说有一些啊幽冥鬼魂他想、哦、在这个时候啊想利用他想借着他来传达一些信息那我们假如说被他缠绕他糟糕了我们都不知道什么状况、哎、那个状况一来了都不清楚了、哎啊、所以要对自己啊要笃定笃定的时候啊、哎、就是你的神守势你的精神都守住啊、哦、你这个不生不灭的、哦、这个佛性本体你都守住了、哦、那个啊、哦、幽冥鬼魂是没办法的他没有办法侵入到你的、哦、那个身边的来围绕你没有办法、哦、缠绕你所以我们在、哦、修持方面呢、哦、就是要知道、哦、一些啊我们要重视的让它进入潜意识一些我们要看清的不要住相的我们要去掉好还有吗还有第二个问题、请问刘讲师观恶缘是功德要欢喜心甘愿受倘若道场有人乱骂人理念不清甚至于动荡道场不安大家仍然要欢喜心甘愿受不言不语感谢消冤解业吗是否会助纣为虐让不讲理的人更猖狂无理谁又来维持正义与道场真正和谐呢非常感谢好谢谢、哦、这个呢说得非常、哦、这个正确啦所以我们了解、哦、那个啊观恶缘是功德、啊哦、永嘉大师呢、哦、他是针对着哦、那个观恶缘是功德、啊、是针对着恶缘是对我而不是对大众是针对我那我去看他那个骂我那个、哦、不好的话那个恶缘、哦啊、因为我们不起对待心、啊啊、不起对待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啊、消掉你的罪业然后真正的累积功德、啊、那我们要了解到、哦假如说、哦、这个凡尘的正义、啊、凡尘的浩然正气、啊、它都在、哦、我们不是呢就是要、做一个、哦、那一个、不明理的一个修道人、当然不会说、哦、人家呢在引起整个、啊哦、那个滔天大浪的灾难我们还、哦、这个很欢喜心还甘愿受、不可以的我们该出、哦、这个出力的时候、啊、还是要出力、啊、所以那个、哦、都可以、啊哦、这个、生命、啊这个哦、用生命来、哦、这个对付、啊、都不碍事、
都不会去重视啊这个生命，哦，那个才是正确。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法无定法，没有固定的，哎，那个哦讲的角度呢，我们一定要透彻知道。哦，那假如说会引起哦那个人家哦那个不好的哦那一些观感哦不好的一些作为，那我们有哦那个能力的时候啊，要去阻挡。哦，要呢分析，要呢跟他讲明，哦，不是说要一味的哈，哦，去呢这个哦忍受，不是那个样子啦。那针对我们本身的哦是个人的事啊，那个才哦欢喜心感念受，哎，那假如说是关系到众人的话，哎，那我们就要出力了，哦，那个出力呢，哦，就是牺牲性命呢，哦，也在所不惜。哎，我们要有那一种哦浩然正气，哎，所以哦不要把那一种哦欢喜心概念说啊用错地方。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应对凡尘事的时候啊，假如说都是用真理来应对，那不用欢喜心概念说，本来就是你要去还债，哦，那个一定呢哦要你正常的去做。那我们在讲欢喜心概念说，是不合理的，对我针对着我哦而来，那个才哈，哦，我们要了解说绝对有因果，才会哈，哦，针对着我，而不是众人，是只有我一个。哎，那个时候啊，你才要培养哦欢喜心感念受，要了掉啊这个业，就是可能你之前哦或是前世啊。对他不合理的哦一些事啊已经做了，现在呢他反报过来啊，你要欢喜心概念说才可以了掉这个业，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说针对着众人的事啊，我们不闻不问，哦，那样我们这个当人啊人格就不健全的，哦，还有吗？还有两分钟，有你要问吗？存两分钟了。有疑啊，叫必问哈，哦，一问了哈，哦，才容易进步啦。哦，像这个昨天也有哦人问说呢，啊这个啊这个我们呐，啊，这个呼吸呀，啊，哈，哦，这个从玄关哈，哦，这个进出。哥有听过这个修持方法吗？有啊，哎，那还蛮普遍的哈，哦。那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哈，哦，那个呼吸经过玄关，跟我们哈，哦，哎，那个啊数息法，它是不一样的，法门不一样啦，哎，它两个问题同时问。那我说哈，哦，那个呼吸呀，啊，通过玄关，是我们哈，哦，啊六道轮回太久。那个正门啊关得很久，哎，所以都是污垢。那我们现在利用呼吸，哦，把那个门啊，哎，清一清，走得很习惯，哎，这样，哦，我们一进出啊，哎，都没有问题的，哦，那个是这个角度。那数息法，数息法呢是我们的心散漫，就是，哦，我们在凡尘生活，哦，那个神啊，我们的精神啊不容易集中，啊，那个数息法就是要我们哦信念啊，哦，那个专一，就是不要神分散。我们现在都会以为说同时啊做很多件事啊是很了不起，哦，各位浅显，那个不对哦，你同时做很多事啊，那个叫神散，你的精神都分散，那个不好哦，那个对我们呢有伤害，没有帮助。所以做的时候就是要专一，哦，要专注啊，在一件事情上面，哦，要专一，那个才是正确。哎，所以哦，那个死习法就是让我们哦，那个散乱的心啊，哎，全部都能够哦，哎，回来集中。那我们呢，心啊一集中了以后，哦，容易解决事情，啊，这样才是正确的，哦。所以我们哦，可以体会啊。我们的精神哈，哦，有时候想东想西哦，同时就想很多个，那个叫散，神散。那我们哈，哦，不要有这一种情形哦，因为这个呢会伤害
伤害到我们哦，哎，那个佛性本体。超过一分钟了，下课。各位点讲师，各位讲师，好，各位先生，大家好。不学沾到天师得了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生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台北呢又把我们所讲的哈、哦、这个六祖坛经啊已经有整理出来，然后呢用那个套子哦把它装成哦这个好像皮包一样，这个有比较小的哦是 DVD 影片看的，啊比较大的哦那个是 CD 啊，欢迎各位拿，哎就在后面哦。